的创作主要是围绕在自己的感知、记忆跟潜意识。那创作对我来说是一种找寻的状态，透过身体直觉抒发去摊开自己的想法，也有意识的去找寻自己所感受到的真实。那个真实包含着我除了自己肉眼所见，也涵盖着各种复杂的感知交错，我自己的想象、记忆，同时还有尚未挖掘那一块。也因此在我画面中有许多流动与模糊的形体，在绘画中我一直在酝酿自己的表达，我也喜欢拆解与重组的过程。在我作品中有大量类似于身体器官、细胞等结构，我觉得我很像在绘画过程把自己给拆解，然后重新去组织成自己的语言，也将自己的想法跟情感寄托在不同的对象物之中。像是这次展出的系列的作品中，我也是将一些静态的风景或者一些沉默不语的生命或者是非生命形态改变他们的形象，成为像是有意识在诉说自己话语的生命形态。这次的系列作品中是相对以往的系列更加缤纷，也有掺杂更多我自己的幻想。那浅色调对我来说是抽离现实，然后我也是在用色上会统一去降低自己的彩度，想要让画面是呈现一种朦胧神秘的氛围。对我来说，这些色调是抽离了现实，也是与自己保持距离的一种表达。很高兴这次跟大家一起来参加这次的展览，我参展的主题是日常，以家中处处可见的风景为题，透过自己的绘画语言，将这些看起来很平凡常见的元素幻化成一张一张的画作。在这里呢，每一幅画都是我日常中瞬间的一个凝视或者是一个记录，不管是客厅的沙发，或者是墙上的窗帘，也或许是窗台的台灯。这些家中的角落呢，看起来它很寻常，但是对我来说，它蕴藏着独特的美感和情感。那居家的摆设，在我的眼里呢，它就像梦境一般，很朦胧的存在。高明度的这些画面呢，清淡、柔和、优美的色调，是我对日常生活中美好的诠释。日常这个词呢，它非常的简单，它是每一个人生活的轨迹，也是每一个人存在的一个脉络，它常常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被忽略。透过这一系列的淡彩的油画，我希望能重新唤起大家对日常的关注，将视线呢从繁忙喧嚣的外界拉到自己熟悉安静的内心世界。对我来说啊，艺术它不只是对美的追求，它也是对生活的一个感悟。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去留意并且欣赏生活中的小小的细节，这样子我们的生活将会更美好。我一开始其实只有里面的图，后来就觉得单纯表目框我自己会看得不够，所以就想说那我就自己来做框吧。那关于羊毛的选择，也是因为平常就有在摸一些毛线刺绣，但羊毛的颜色相对淡雅，也蛮可以连接我的画面，也很符合这次的展览主题浅色调。然后在创作的过程中，我会试着让画内跟画外可以有些连接跟互动，希望他们是可以流通的状态。然后蝶居是我这次创作的第一幅作品，我就觉得蛮明确就是在做这张图本身的框。后来做了其他三张，有慢慢的尝试将画里面的一些小物件拉出来到框上面，好像他们两个可以有一些对话的地方，就是希望画内跟画外可以有一些互动这样子。后来就觉得羊毛毡也蛮适合做一些卡榫的结构，好像可以有些立体的东西。在之后的创作方向也蛮想继续延伸这个系列，越做会越发现好像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尝试可以玩，就是立体结构啊，然后我们希望画内跟画外并不要分得那么明显，就是我蛮想要再更一体，就是更不是说它就是做画面的框这样子。这大概是之后的创作方向。
很开心这次可以参加浅色调创作展。然后我这个系列的作品呢，主题是变异无限的狂想，那主要是在探讨视觉变异跟心理层面之间的关系。那我将我自己的变异视觉透过画布跟颜料，然后转换成我自己的生命舞会。然后呢，这个系列呢，主要是在谈论视觉变异的经验，因为我的眼睛有一些视觉上的问题，所以我很希望可以透过创作，让大众可以更了解视觉变异的存在，然后也开启一个独特的视觉体验。这件作品呢，主要呢是透过我营造出三种眼睛，比如说眼睛形成的岛，然后中间又有一个眼睛形状的湖，然后背景又有一个眼睛的图像，那主要就是呼应我的视觉变异的问题。然后呢，创作中呢，我也试图加入了一些手法来营造出一些迷幻的氛围，那也显现出这种独特的视觉经验，可以让人一起感受这个不同的状态。像我的这件作品《超自然》呢，就是一部分是我对未来的想象。那因为我的视觉经验跟常人不同，我有时候就会在思考说，那会不会我看到的其实也是不同维度空间的状态？那我认为呢，其实人到最后终究是会回归自然，所以我的作品当中也有结合一些自然元素，比如说一些树啊、石头啊、自然景观，因为我认为自然是唯一最不会变动的。那透过我的一些视觉变异的转换，然后结合我对未来世界的想象，那我创作出这一幅超自然的作品，然后希望观者呢也可以一同感受，就是视觉变异如果在一种不同的世界状态会是什么模样，也希望引起观者的更多想象，然后也借此理解视觉变异的状态。谢谢。我的创作形式主要是胶彩平面绘画，然后我的创作主要是在探讨关于生命有关的事项。那在我的创作里，就是作品的画面上，生物是我一个重要的题材。那这些生物其实是来自于我日常生活上的观察，像是中间这幅叫做《共生园》的作品，它是由我平常就是观察到大楼底下的喷水池是由那些石雕的生物所组成的，然后那时候我就在想，如果那些生物是真实的，那会又会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着。我把它拟人成真实的生物，然后中间有像是人体的构造，然后去思考的那人与生物之间是一个怎么样关系的存在。浅色调这个意义对我来说，像是在用胶彩画的这个媒材，其实就是一层一层的做淡染，所以虽然它看起来是以浅色调为主，但是是可以用很多就是一层一层的质感去堆叠，然后营造出我想要的画面感。谢谢。这次在浅色调联展里面呢，我展出的是水印木刻的立体系列作品。那大家可以看到有比较尺寸稍微大一点的，也有到大概40公分的小尺幅。那他们呢，除了门口那一件《我数着飞行的日子》是我的第二代作品，以玻璃纤维为基底以外呢，其他都是以亚克力板为基底，再来是以棉纸作为基底材，再来才会印上水性颜料的，用水印木刻版画的方式来印制。那我也常常放入像植物的纹理以及木刻，还有一些有机型在我的作品当中。大家可以在作品的细部看到，我的作品里面呢会有一些不规则的纹理，那个来自于水渍以及木纹本身，还有我会放进一些涂写 drawing 的元素。那大家也会看到有一些像植物的影子在里面，或者是有一些生命体流淌，或者是它要飞起来，或者是将要扭动前进向要向前往哪里去的那种感觉。那大家可以在这样的作品当中做出一些属于自己的想象，
我也很期待大家可以跟我的作品有做更多的对话，也欢迎跟我分享，谢谢。